兰迪表示，全球超过1100万玩家的超人气线上游戏《魔兽世界》将推出最新 3.3 版本更新《王者的陨落》。玩家不仅可挑战最强的头目巫妖王阿萨斯，另外还针对游戏界面进行大幅修正，让新手或老玩家都能更方便。为了让玩家更勇敢挑战巫妖王，知凡迪还将准备好礼回馈大放送活动，只要完成找更多三面别往上看三个成就的玩家，就有机会得到制作团队签名的原画，甚至获得免费一年畅游魔兽世界和客制化公仔等超值奖励哦。游戏橘子超人气格斗游戏《生死格斗 Online》将在12月9日推出年度最大改版《格斗之路》，不但导入成长系统，让玩家自由提升全方位战力，人气最高的角色林英也将永久开放贩售。游戏橘子也同步举办新手登录送活动，12月9日起至12月25日止，只要在活动期间内登入游戏与 NPC 对话，即可获得惊喜好礼。在活动期间内的周末，还有开放经验值加倍活动，让新手们快速成长，累积经验。2009年即将结束，不过《生死格斗 Online》的格斗之路才正要展开，就一起来挑战吧！星象电子超人气音乐游戏《唯舞独尊 Online》推出最新改版《天使情人梦》，除了有全新主仆系统，每周举办免费交友配对活动，可透过送礼、对话、信件等机制，与自己的小主人及小仆人培养情感。社交区将新增算命占卜机，提供神社占卜、今日运势两种服务。不管是学业、爱情、工作、健康等疑难杂症，都可以透过算命占卜机给玩家指引。想知道谁是你的真命天子吗？那就来唯舞独尊寻找梦幻中的天使情人吧。热门游戏改编成电影已经是好莱坞的趋势，微软在2008年全球超狂卖的 Xbox 360超大作当然也不例外。目前新线电影也正在紧锣密鼓筹备战争机器电影拍摄，并找来曾指导过 ID4 星际终结者、终极警探 4.0 与决战异世界等电影的导演兰威斯曼担任战争机器电影导演，而他向来擅长指导超热血火爆的快节奏电影，所以可以想见战争机器电影版应该会非常刺激爽快。目前暂定战争机器电影要在2010年上映，并由游戏制作人亲自参与剧本编写，看来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电影作品哦。最近游戏实在重口味，动不动就爆头喷血，久了也会弹性疲乏，或许玩玩轻松搞笑的游戏也不错。万代南梦宫推出一款 Wii 付费下载游戏《肌肉进行曲》，以超乎想象的极端恶搞内容让人笑翻天。或许游戏画面不是很精致，但看到这些头好壮壮的肌肉兄贵进行追赶跑跳碰，还要在快撞到墙壁时比出各种搞怪 pose 以穿过缝隙，有趣的内容玩起来超逗趣。玩法也很简单，玩家左右手拿着 Wii 遥控器，等快撞到墙壁时依照图案摆出对应姿势，就能以超搞笑的姿态突破障碍物，轻松诙谐的玩法值得全家大小一起来玩哦。